主啊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归属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来自不一样的地方、不一样的家庭，主啊能够来到这个归属，来到你的圣所，能够来敬拜你，能够一起的来赞美你。主啊，献上感恩的心，主啊，但愿你神那里的荣耀主啊彰显，触摸我们每一个人，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年长的、年幼的，无论是按着怎样的心，主啊来到我们，在今天晚上，神啊，你去做你奇妙的作为，在晚上，今天晚上，主啊，谢谢你。
因为神啊，你是配得我们荣耀的上帝。我们把我们地上的荣耀都全然的交托，因为唯有通过神你，我们才有今天今日我们一切的荣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看顾，谢谢你的保守。主啊，你用我们再把以下的时间赞美全然的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都不迷路，因为神啊，你光照着我们时时刻刻。主啊，再一次的，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托，求神你来引领带领着我们走在神啊你的光明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哈利路亚。
求你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，主好让我们的生命被神你来使用。主啊，你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你里面，我们连接于你，永不分开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。主啊，求求你再一次的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回转，让我们悔改。主啊，无论是在怎么的风暴，无论是在怎么的旷野，都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住在你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。
按着来领受神爱你这个的生命的活水。主啊，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有劳苦，主啊，我们也有喜乐，主啊，我们会面对挑战，我们会面对诱惑，可是神，我们不怕，因为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遮盖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好让我们走在神那里的这个的道路是丰盛的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神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全体主啊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敬拜你。我们用我们的口来敬拜，我们用我们的灵魂体，我们的身体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仰望你。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数数我们的心事。那我们在今天晚上，神啊，被你触摸。那我们在今天晚上，每个弟兄姐妹都被你挑望。浇灌，主啊，谢谢你，thank you.
主，我们这一生都要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。父啊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父啊，孩子们在这里，主你看见我们双手来举向你，主，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，你配得一切的尊贵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主，我们这一生我就是来敬拜你，因为你配得，是你赐给我们生命，是你赐给我们平安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渴慕，我们渴慕更多的经历到你。谢谢你，父，父啊，谢谢你的爱。我们说我们爱你，是因着你先爱我们，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，为了我们舍己，为了与父建立了美好的关系。父啊，我们献上一切的感恩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是原本的不配，是因着你的爱。父啊，我们要敬拜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将主权交给你，我们将我们这一生交给你，让我们住在你里面，你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大爱，谢谢你的大爱来浇灌，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来领受你的爱，因为你的爱使我们明白真理，真理使我们完全得自由，这就是父的爱。是的，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父，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，我们将我们的家人也全然的交托，神啊，将你的教会完全的交托。父啊，我们这一生就是来敬拜你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敬畏你这位全能的父，因为你配的，因为你配的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。谢谢你，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将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的归还给你。谢谢你，父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我们祈求祷告，阿门。